不是，那个八号床的病人呢？出院了。出院了，刚做完手术，谁让出院的？病人自己强烈要求的，而且家属还签了字。谁签的字啊？他家人吧，他爸还有他妈。燕儿，妈给你熬的小米粥，来趁热喝了。妈，我没胃口，真的不想喝。你先放桌上吧，我一会儿想喝的时候再喝。你这孩子，哎呦，这事儿可真是受罪了。没事儿，我这么皮实，受什么罪呀？不用担心。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小月子，好好养着。要不会落下病根的。行了，就在家住着吧。妈好好伺候伺候你啊。妈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们怎么就出院了呢？我让他回来的，怎么了？我应该跟我说一声啊。行，你现在知道了，走吧。妈，我想跟双燕说说话。他休息呢，不想理你。你走。妈，现在是他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应该在他身边。林一凡，你说话可真好听。他现在需要你，他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呢？在你前妻那儿呢？妈，那不是为了玲玲吗？我早跟你说过，不要把孩子常领回家来啊！你们家玲玲啊，就是我们家的一耳克星。妈，行，既然你不爱听，那就请回。妈，我进去跟双燕说两句话。谁让你下床的？快快快进去！妈，你先忙你的去。我想跟一凡说几句话。别累着了啊。这个事情会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我也没想到我们的婚姻会到这个地步。双燕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你打我骂我都行。我骂你干什么？又不是你一个人的错。我昨天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晚上。一个晚上都没睡着，我翻来覆去的想，把很多问题都想清楚了。也许我们一开始就错了，一开始我们就不应该在一起，就不应该结婚。那个时候你妈这么不喜欢我，我们还要任性地坚持在一起。可是我后来才发现，你妈对我的那种讨厌和看不上，是深植于她内心的，是根深蒂固的。双燕，你真的误会我妈了，她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后来杨芳芳回来，才能对你跟我的婚姻造成这么大的冲击。是，我知道我不能这么说你妈，但我说的都是事实，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明白。我一边要经营跟你妈的关系，
一边还要跟你的前妻斗智斗勇，我真是好累啊。当然，这中间可能最累的是你，你又要做儿子，又要做我的老公，又要做玲玲的爸爸，还要做杨芳芳的前夫。我知道你夹在中间更难做，所以我理解了。我现在跟杨芳芳没有任何关系了，她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。怎么可能？你跟她有了孩子，玲玲是你这辈子都割舍不掉的关系，这也注定了你跟杨芳芳这辈子都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其实说真的，我真的不在乎你结过婚，也不在乎你有孩子。如果我在乎的话，我不可能跟你交往，也不可能跟你结婚。我之前甚至还傻傻的认为，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很好啊，这样可以让你更懂得疼我，更懂得如何呵护我。只是我真的没想到，我真的没想到你的前妻会突然回来。尽管你一直跟我说，他回国是为了工作，可他回国真的是为了工作吗？他回来的目的，我相信你比谁都明白。就因为所有的问题你都在回避，都在退让，所以才让你们的关系变得如此的暧昧。而这种暧昧对于我来说是痛彻心扉的，我是无法接受的。在我心里，我认为你根本就不在乎我。是啊，我知道玲玲在你心中特别重要，所以我在竭尽我所有的能力，我希望能够对玲玲好一点。我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希望能够讨好玲玲，可是我后来发现我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，不论我做什么，玲玲都无法接纳我，那我也没办法。玲玲还是个孩子，她将来一定会明白谁对她好的。重要吗？不重要，反正我已经尽力了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这句话说的真好。后来我就觉得，咱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了，我就想，等我们的孩子出生了，我们的生活一定就会变得不一样。我相信你妈一定也会很爱这个孩子，那她对我也一定会有所改观，她一定会接纳我。可是谁知道，现在连我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。双燕，我们俩还年轻，我们可以从头再来。我累了，我彻彻底底的累了，我再也没有勇气回到以前的生活了。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开心，可是跟你在一起，开心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，这种感觉很可怕。所以对不起，我们还是分开吧。哎，燕儿，咱这什么事儿都能谈，咱有什么条件都能跟一凡提出来，可是离婚的话可不能轻易说出口啊。妈，我是认真的，我已经决定要跟林一凡分开了。
放心，我哥肯定能处理好这些事儿。